好，这个是 FarmEgg 抽油烟机，它的产地是在意大利。那 FarmEgg 油机在意大利，它是只生产油机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工厂。好，那像这台是 Explore， 在 FarmEgg 它的油机部分，它有很多的特色，它的独特的专利叫 Fasteel， 这些不锈钢面它是不沾手纹的。好，然后 Explore 的这一台，它用铝的部分，用手工的部分，弄了1公分的一个十条刻纹的一个层次，来美化这台油机。那以 FarmEgg 它是一个流体力学原理，我们称之为环绕导流吸风设计，它的底部有一个不锈钢外罩罩住。第一个原因，第一个理由是它利用这样子来降低噪音。那 FarmEgg 油机从1.2米、90到45米，它们都是单片油网设计，单片的油网设计。那周边它会用易清的一些涂装，来方便消费者日后的家庭主妇的一个整理。那它的原理环绕导流吸风设计，事实上这是一个流体力学，它把吸烟的截面积缩小，让吸烟的流速增大，那机体内部的压力会降低，那大气压力会把烟集中在烟罩的里面，让它快速的吸走，它的有效排烟量会增加。在现场这一台叫 Explore 的，它是一个中岛型的一个设计，